知道的，咱这是修脚的。嗯。不知道的，听着这个声音，还以为是修不了，跟那嘎了截肢的。有没有这种错觉？嗯。因为我平时不是发视频吗？他们下面就是我这背景音，他们平时听到都会说。所以我这次我都替他们想好了。看看怎么说啊。嗯，会说这儿不能去，为什么？太吓人了，他修不了，他给你嘎呀。旁边角膜机都上了，是不是？隔着屏幕的呢，就感觉声音老大了。L， 还让我想起来看那快手上那个，有一段时间他们干什么，就是说那些人不是说你看我背景假吗，说背景是假的是吧，咔下去跟那个他河后面扔条石头。看没看过那个？我没看着。就有一段时候他们都弄的那个背景都是假的，假装自己在哪里。厨房，应该是去厨房了吧？都是这一侧，这一侧，嗯，然后又来到了熟悉的大的。哇，这么高。硬。硬啊。对。
水咱泡了，咱泡了会儿，但是总不能一直在里边儿。这个是出水它就硬。当然就搁里泡吧，修一个那个拿回来。修一个拿一个。